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很高兴又到了分享奇趣蛋的时间了。先拆中间这枚巧克力蛋。哇哦，上面有我们的乐迪哦。这是一枚非常好吃的巧克力蛋呢。包装是用锡纸包着的，尝一尝味道。特别香，特别甜。好好吃啊。还有一枚好玩的扭蛋。打开玩一玩。这是奇趣蛋里能拆到的玩具，有乐迪、多多、酷飞、小爱，都是关于超级飞侠的哦。哇哦，还有一个拼装酷飞贴纸。组装腿，手，机翼。酷飞是一架蓝色的飞机，这是酷飞机器人模式。贴眼睛贴纸，哇，酷飞就是酷，非常简单好玩的拼装酷飞。接下来我们拆一枚变形蛋，这是一枚红色的变形蛋，看到了，里面有乐迪、组装乐迪的腿。这个乐迪不能变形哦，它只有机器人一种模式，它的腿是不能够弯曲的，它的手臂也能活动。接下来我们拆一枚粉色的变形蛋，看到了，里面有小爱。组装螺旋桨，腿，这个小爱也只有机器人一种模式。再拆一枚橙色的变形蛋，里面有多多。玩具蛋的外壳颜色就和超级飞侠本身的颜色是一致的。只需要组装他们的腿就可以了。
再拆一枚蓝色的变形蛋，里面有蓝色的库菲。手臂一放下来，好啦，小朋友们，这期的节目就到这儿了。我们还有更多好玩有趣的视频，欢迎大家订阅我们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